这里边这是个大红瓦，很雪，可漂亮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南，这里是河北邢台农药县一个村庄，这里是一个养殖户的地方，他养的这一匹大公马价值几十万，这是一匹外国进口的纯血马，这一匹马特别漂亮，它是一个专门配种的大公马，他看见外边的母马是非常的着急呀，看他的反应特别的激烈，就是出不来，看这个母马也是非常的好看，大公马干着急，这旁边还拴了一个小公马，这公马更是着急的慌，大家接下来一起看看这个公马到底要干什么，当他看见母马的时候都快垂涎三尺了，这也太好玩了，马儿小胆大，看看这着急样，猴急，好了我就不说了，大家一起看吧，这么可爱的公马还是很少见，喜欢我视频的老铁记得留下关注哦，以后每天都会为大家更新不同的内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。急坏了，弄不了啊！嘣儿嘣儿啊，这个个儿太小了，这个马。正确，慢点，他俩跟高公呗，跟人高。哎呀，好没分儿。就看见母妈来了，你说就知道了，那就是了，你没看见吗，你看见了吗，我这个我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一人都飞了，我你们不要紧，我不要紧，我这个屁呀，我不放水啊，不行儿他能下去吗，不能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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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能那么写着吧，咱别都害怕。你管他呢，你把这个小黄马着急坏了。装一下，这一下装。哎呀，这小飞，这老实了，踢了一下子老实了，踢了两脚，踢了一脚，那咱踢的，那回咱踢的脚，不行，啊，真老实了，马上把钱走了。你喝的，他不走了，还揍了。